大家好，我是 Newkid 的女人 Manny。 网络骗子为什么这么猖狂？已经成万个客友被人骗了，真的很生气啊，你一定要起下去。现实是这样的，我们的 message 收到开台人来问，这个新的 account 是不是 Newkid 的，因为用了很多 Newkid 的素材，还用了我的照片，但是为什么收了钱之后就被 block 了呢？什么落落扣、二扣、online shop 都是他们的诈骗账号，诈骗成本非常低，就开个 account，copy 下素材就可以清下人了。所以今天店长来教大家如何一秒识破这班骗子的伎俩。第一，新 page冇拉冇 fans， 连个 banner 都冇。第二 ，page 嘅前几十个问价都系太空号，啲名鬼咁长，扮到好似好多人问价咁。第三，低于市面五折价钱铺出嚟，好多人就因为咁样上咗当。首先我哋问到有冇门市，佢就话疫情关系暂停营业，系冇门市嘅，仲一路系咁追你过数，仲系唔可以货到付款。而且佢哋一定同你讲，佢哋冇 WhatsApp、冇 WeChat、冇电话 number， 除咗呢个 page， 你系点都揾唔到佢哋。最后店长呼吁翻大家，认准 Newkid 官方渠道购买。快啲 share 呢條片俾朋友仔睇睇，令到我哋嘅網上 shopping 更加安全。